因为中国军人虐杀了220名日本人，所以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90年代开始，日本政治出现变化，右翼势力再次抬头。东京市街头经常见到右翼团体向群众宣扬歪曲的历史观。对于中国，我们完全没想过要侵略或者侵入。蒋介石同关东军讲过，与其被韩国侵略，又或者被俄罗斯或者英国侵略，不如被日本统治好过。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开展了长达8年的战争，中国有3500万人死伤。日本战败之后，不但没有为当年侵略罪行向受害国家正式谢罪和赔偿，相反，2年前不惜违反战后实施了58年的和平宪法第9条所规定，除了自卫之外不得参与战争的条文，派遣自卫队去到伊拉克执行任务。话就话人道援助，实际连伊拉克人受苦。战争过了2年，可能有机会再发生，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件事再次出现。今个月中，日本众议院通过支持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正式为日后再度发展成为军事强国铺路。战后60年，日本政府高层官员没有理会国际间的反对，到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今个月初，日本文部省通过一本由右翼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歪曲日本侵华史实，将1937年日军在中国杀害35万平民的南京大屠杀称为事件，同时美化日军当年的侵略行为，甚至删除从军慰安妇的事实。篡改历史的举动引致中国民间20多个地方在短短2个星期之内接连出现大规模反日游行。这样一个无耻的民族，当年侵略我们中国，杀害我们千千万万同胞，现在还要教导他们的孩子说是就篡改这样的侵华的事实，这是谁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小泉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还要去修改日本教科书，然后还要做那么多事情来抹杀这段历史，不承认？所以军国主义复活，对，是军国主义的复活。我9点钟要到北大去讲课，我没有时间参加今天的集会，但是我对今天的所有正义的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好，2星期前在首都北京的万人游行，是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16年来出现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示威活动。今次游行亦都是北京市民继6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在政府默许下第二次上街宣泄不满。游行人数一度高达20000人，沿途北京市公安都好克制，即使群众意图冲破警方的封锁线，
都冇使用武力驱赶佢哋。继北京爆发大规模示威之后，第二日广州亦都有上万人上街示威，反对日本篡改侵华历史。即系中日之间点解有积怨同埋咁耐嘅嘢？我觉得系有啲问题一直冇解决清楚咯。比如话你一个国家你犯低咗呢个战争嘅罪行啊，咁样你过咗几十年都一直唔肯承认，都不但止仲要美化佢哋嘅侵略，甚至反咬一口话系为咗解放中国，为咗解放亚洲人民，咁绝对系好难令普通民众去容忍嘅一件事情咯。OK， 你要速度快啲，要快啲，快啲，要上面速度快啲。人心系最紧要嘅，如果佢可以静低落嚟道歉。甚至承認個錯誤，我哋可以原諒佢，我哋有咁嘅大國嘅風範。但如果佢夾硬唔認，佢一定要抵賴，佢一定要含血噴人，一定要顛倒黑白，甚至改變歷史，改變發生咗嘅事情，仲要扭曲佢嘅話，我覺得唔可以容忍嘅。我哋一定要俾佢啲顏色睇下。日本一直到80年代先至有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列入课文里面，但内容就点到即止，对于日军当年的暴行只是轻轻带过。教科书写很多美军在日本上空投掷炸弹，有很多日本市民遇害，在广岛原爆、长崎原爆，好少写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他们会以日本国民受到什么痛苦为中心去写。大谷猛夫教初中历史，他的伯父曾经在二战期间征召到中国当兵，但是大谷说他伯父和很多当年有份参战的士兵一样，从来都不愿意向其他人提起这段历史。战后的新生代想追寻历史真相，谈何容易呢？你哋知唔知道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唔知道。No, I'm not. 我都唔知道。教科书里边教科书里边点样写？冇乜点记载。東京大空襲要做東京大空襲的功課的時候，例如學生問他們的婆婆東京大空襲的時候在東京遇到什麼痛苦的事，學生可以問到回來搜集到教材，但是如果你叫他回家問爺爺中國做過什麼，沒人會說出來。單憑教科書內容不足以令年輕一代了解當年日本侵略其他國家的真相，大谷老师于是自己整理教材，将南京大屠杀受害人证供和有关纪录片给学生在堂上看，等他们亲身感受战争的可怕。日本は謝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う。日本应该道歉，中国妇女被强奸，无辜的人亦都被杀。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1937年12月19日，很多日本士兵来了，想将女人带走，日本兵用刺刀刺我，我搏命地抵抗，那阵时我已经怀孕7个月，日本军逼我和家人分开，我个仔死了之后我再做不到嘢，我听到有日本人话根本冇南京大屠杀呢件事，我觉得好激气。真系谂唔到日本会咁做。我觉得日本好唔啱。我唔想遇到呢啲事，亦唔想日本再做呢种事。
日本战后放弃发展军事力量，全力发展经济，短短几十年间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系。而日本新一代亦陶醉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果，市民普遍对政治难救。九十年代中，日本泡沫经济爆破，急速衰退，右翼政治势力得以再度抬头。政府右倾的政策令市民开始担心日本可能会再次走上战争之路。上个月中，东京有上万人藉着纪念伊拉克战争两周年，上街抗议政府派遣自卫队去当地，反对政府修改和平宪法。政府依然派遣了自卫队出去，如果删除了这条宪法，政府一定会更加大胆又全面地去发动战争，绝对会。どんな名目であってもやはりその不理他以自卫队抑或军队的名义去派兵去海外，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战争举动，是战争的开始。日本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爱国教育，九九年通过国旗国歌法，将日之丸定为国旗，军之代定为国歌。歌词赞颂日本天皇是万世君主，象征军国主义皇权政治。而日之丸这面旗又称为太阳旗，在二次大战期间是日本皇军的象征。2003年10月，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通过法例，要求教师在毕业和入学典礼上必须面向国旗起立，并且一起唱国歌。两年来，有200多个老师因为反抗没这么做，受到减薪和警告处分。教育基本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要修改教育基本法，就即是想从教育，由教育开始灌输战争意识。意識を教育から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考え。日本政府は、我想日本政府逐少逐少咁要我哋唱国歌，逐渐咁去强制呢个行为，系想将日本再带翻去战争嘅道路上。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反対日本三改侵華先生，我們覺得很過時，他將歷史書將他們自己美化得很好，但是我們好像垃圾東西在我們中國，其實事實不是這樣的。67岁的簡兆平是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的主席，个会成立16年来，一直为战争受害者争取赔偿，每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后人谨记战争的祸害。我哋老一辈嘅人已经老了，一定要接班，因为我哋而家反对日本复辟军国主义嘅目的，就系希望和平，唔希望亚洲再有第二次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继内地在今个月初出现连串反日示威，一个礼拜前香港亦都有超过10000人上街游行。而家有10000多个日本人住在香港，不少做生意的要经常往返内地，在一片反日情绪之下，他们都感到不安。在香港住了11年的野田武广，亦都担心中日关系会因为历史问题而继续恶化。毎年その歴史教科書の改訂問題
佢表面上好似道咗歉，但系先后几次通过篡改嘅历史教科书，令人怀疑佢究竟系咪真系有诚意。呢个系好大嘅问题，所以中国人怀疑日本有冇反省过。就算我哋日本人都觉得有矛盾。日本嘅书本咧，里边写低嘅问题咧，系特登揞住历史嘅。我觉得应该要写真嘅嘢，有啲书本唔系俾睇中国人噶嘛。自己嘅日本人睇，日本嘅小朋友睇，系啊，应该讲真嘅嘢。嫁咗俾香港人，三木茂代喺度落地生根。反日浪潮出现之后，佢担心个仔同同学嘅关系，所以即时向佢解释清楚。有时我哋玩紧捉棋啊嗰啲，之后我赢咗，咁佢喺度同我讲笑咯。哎呀，俾你个日本人赢咗添啊！我怕佢第日咧又讲笑话，发展又唔讲笑话，系咪？就系佢哋咁样闹咯。因为妈咪系本人啊，你担心系咩？我唔系担心妈咪系本人，我担心自己系尹雪儿啫。要避免战争再次出现，战后出生嘅一代要放眼世界，首先要清楚认识历史。以史为鉴，しっかりした歴史に後生仔冇好好咁認識正確嘅歷史，將來又點能夠負起位置中日友好關係、維護亞洲和平以至世界和平嘅責任？我好懷疑。金子安慈85岁。是当年日军侵华机关枪部队队员，二次大战奉天皇命进攻中国，作战受训第一件事就是教他们怎样用刺刀杀人。一加入军队，第一件学习的事就是杀人，这个训练是为了壮大我们的胆。在军队里面，杀人越多升级越快，我们为了天皇杀几多人都得。我杀了好多人，究竟杀了几多我自己都数不到。强奸妇女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会周围找女人，一见到妇女我们就会拉她们出来就地强奸，又或者轮奸。我们在战场上跟八路军打仗，就算今天可以生存，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死。既然是这样，不如尽量做自己想做的事。日本众议院今个月通过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两个月前又同美国重新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将台湾海峡的安全和中国军事发展问题列为两国共同战略目标。另外亦都积极争取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日后重新迈向政治、军事、经济强国铺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学习一定要对天皇陛下忠诚，要有爱国心。在日本的教育基本法里面又有要爱自己国家的字眼，而日本的宪法亦逐渐改变，连宪法第九条都修改了的话，迟早将国家带回去战争的道路上。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多次篡改历史教科书，三年前开始，简少平代表香港参加过由中国、日本、韩国三地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合力编写一本经大家反复核实的历史教科书。下个月会分别以三种语文在三地出版，为当地学生提供另一个参考教材。我们面对着日本极右分子的篡改二战历史，即是越来越离谱，可以这么讲。咁如果咁样落去，对后一代嘅教育呢，一定係有唔同。呢啲細路仔虽然係細係中學，但係将来呢个国家领导可能就係呢啲人嘅其中一个。咁如果佢从小好似日本咁样将一啲
錯誤嘅歷史觀貫徹到佢嘅話，咁佢將來大個可能就會認為錯嘅變成啱嘅，呢個就問題大啦。